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 咁就其实已经见到接连三喺我个Facebook 个page 就已经系见到嗰种好多人系话好开心，因为有好多人咧去住啲大型嘅水货车咧就搭咁呢样嘢，我系一直一再重申，我讲翻港铁出现咁样唔正常嘅问题。咁但系因为一直有其他嘅团体去同港铁进行咗呢一个咁样嘅，即係商討斡旋或者示威，咩都好啦。咁所以